了我是我的石盘，救赎我的主啊！愿我的嘴所讲的，心所想的，在你的面前得到接纳与赦。这是咱作为基督来讲他，咱主教是咱的主教父，主教父来讲，万福天地的，万业平安线，业国领导，业绩一强，这些人。创造宇宙万物，来主上帝，也是享受阮喜乐、平安、充满稳定的上帝。我们大大来感谢你，平凡世间过了日子有节气，这节气特别乎阮台湾人。在这中间，也得到团圆快乐。特别是这时，我伫过年中间，我家家户户拢回来伫厝里团圆，来享受你踮伫阮厝里的疼痛。你也予阮。伫这一年开始的时候，阮会使来记你过去是安怎辛苦。阮抱着即马，阮所领受到的稳定，阮就爱阮头一个目标来跑走，就遐尼好的信仰甲稳定。阮抱着，阮就毋稳啊！特别是伫一年开始的时，阮个毋稳，主着疼痛阮。阮年了后，要转去到阮个工作个中间，也是要去学校继续求学个中间。这边是伫厝里过生活，会体会老大人，阮要完甲阮的日子，阮的工课，阮的读册，拢交伫你的手中，叫你引线，阮坐伫信仰的石盘顶端，阮所坐的，会使得到你的欢喜。那伫众人面前会使有见证，来端正阮所踮伫个所在有公义、有贴心，来予别人明白，阮是恁个门徒，阮是有信仰个。但是我也知影，阮弟弟兄弟姊妹，不管身体。欠安的，啊，心内有受伤的，主，我嘛要甲因交托伫你的手中。我们以前嘛，伫滴病院，也是顺利疗养。主，你有安排记得，特别是有通来到阮中间做伙来做礼拜的，主，你的安慰，有缘，甲因记得。今日阮足欢喜，亲戚里头，旅游员互阮一脚步，知影来招待你，来到祝你生日的教会殿堂内底来唱歌、娱乐，来追求你的真理，祝求你降临伫阮会堂的中间，
和客家老师要来分享热心时，阮第一只爱来听你的话语的，祝拢得到平安，拢得到平安。阮这时要开始聚会大声，来恳求祈祷，那是奉主你的名来求的。Amen。
你着下腰亲像大丈夫。我问你，你应我，我系地基，地基，彼时你伫大陆。你若知影，讲伊第三位圣经节是伫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安尼讲。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子赏赐世间，予见那信伊的人会沉沦，会得到永活。伊疼痛世间到安尼，以上。